外面上会当看到有袂少人一透早就伫这公园散步甲运动，这是水平阮公园为着要来解决停车的问题，市府是特别向中央争取经费来兴建地下停车场，嘛伫今日来举办动土典礼，希望工人一切顺利平安，卖当如期来完工。乡土，爱的平安，天经地义。那这个案子呢，经费4.3亿，那公路总局补助我们2.3亿，我们自己负担2亿哦。那可贵歹的话，可以提供365个汽车的停车位，102个机车停车位，所以这个效益应该是非常明显的。在时间的期间，虽然一定对着公园有部分的影响，不过市长媒体嘛特别指示，一定要将这影响降到上低。而未来若是兴建完成，除了会当纾解附近的停车问题，市府嘛将会来加入智慧停车系统，若是和平镇有所在停车，可以当适时找到停车位。水平湾地下停车场提供了365个汽车停车位，以及102个机车停车位，能够让周边的不管是社区民众，或者是这个来往的这个一些游客，一个比较好舒适的停车空间。而且这个部分我们将导入这个智慧停车的概念，就是说这个停车的位置剩多少，那都会在借着这个 app 来了解。水平湾地下停车场兴建工程预计在111年2月来完工，时间的期间，公务局也来配合编列预算。今日公会景观进一步打造40个比例休憩园区。